小乐哥来，欢迎来到坏学的乐高增物，我阿娇。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雨心魔王街景系列的吉他屋，哎，它还赠送了一个豪华版灯光键，那它的表现怎么样呢？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。好了，这一款雨心魔王的吉他屋街景我们就完成了，它由2168片零件组成，分为了4个步骤包和一个供应包，以及一个底板和灯光组套件。完成后的成品尺寸宽为 25.5 厘米，高30厘米，整体墙面用了大量的透明件来装饰，所以看起来非常通透。一层的这一侧是一个洗车店，这边有一个水池，还有高压水枪，旁边还有一棵棕榈树。有洗车店，那当然得有车啦，套件内还有一辆红白配色的敞篷老爷车，车的外形不错，轮毂的设计很有特点，车内可以容纳一个人载，不过可惜的是这一套里面是没有人载的。再来看其他屋的一层，因为整体建筑是靠右后方的，所以前面就会有比较明显的翘边。一层这个弧形玻璃幕墙的设计我非常喜欢，让建筑看起来非常通透。中间柱子还放了一个唱片模型，使墙面看起来更加连贯。另一侧也是一样，并且还有一个绿化带，看起来就很不错。一层的内部有许多的置物架，里面摆满了各种唱片。这里应该是收音台，旁边是通往二层的楼梯。二层最显眼的就是这个大吉他了，十分简单明了的表明了这个是什么店。这个是洗车店的招牌。另一侧是吉他屋的招牌，背面的这个旋转楼梯就非常有感觉。二层的内部空间比较小，有两台唱片机和一个摆满了唱片的置物架。二层还有两扇可以打开的门，打开后可以来到二层的平台，通过后面的旋转楼梯就可以上到三层。三层是一个带阳台的小工作室，这一面也用了透明砖来装饰。这里还有可以爬到顶部的楼梯。顶部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天窗，它整体都是一拆卸结构，打开后就能看到里面的构造。里面有一个小椅子，桌子上摆满了唱片，角落里放着一把吉他。背面这里还有一个排风扇，看样子里面空气循环可能不太好，所以配了一个小阳台出来透气。这套自带灯光组，并且装灯的步骤合并在了搭建过程里。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吧。
这一套整体表现还是挺不错的。二楼的大吉他非常的引人注目，并且它整体的通透感我非常喜欢，尤其是一层，它的零件都是高装件，手感还不错，个别有些偏紧，遗憾的是没有人载，就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。我们某东买到的价格是290元，那你觉得这个雨星魔王的吉他屋怎么样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分享。这里是坏学的乐高仓库，我是花椒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